第38题，小雅对装有100毫升水的烧杯加热，得到水的温度与加热时间关系如右图所示。假设热源每分钟提供1200卡热量，热源所放出的热量完全被水吸收且没有散失，加热 T 分钟后使水温从20度 C 升到80度 C， 则 T 应为下列何者？这也是所谓的 H 等于 MS Delta T 的应用。那么我们这里 M 是需要质量，它给的是100毫升，那因为水的密度是 1， 所以我们就知道1毫升就是1公克，1公克就是1毫升，所以我们就不再另外做计算，就直接100毫升就变成100公克。那我们晓得每分钟提供1200卡，那么总共提供了 T 分钟，那么我们的质量是100公克，比热是 1， 温度变化呢从20度到80度，所以呢就是80减掉20，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两个零消掉，就变成 12T 呢就等于60，所以 T 呢就等于5，所以呢我们花了5分钟的时间。所以第38题问我们说 T 应为下列何者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C5。